2017年的年底，其实我叫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新年愿望，而今天呢，我在这里就是要帮大家实现愿望了。一只小白他说，我的愿望是想要让姐姐录一个叫渔民起床的语音，那样我就不起来了，使劲听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愿望好矛盾啊，我录了给你你就不起来，那我这个语音录来根本就不是叫你起床的，我应该不录给你。可是我不录没关系， GEM 可以录。嘎嘎嘎嘎，渔民起床啦，嘎嘎嘎嘎，渔民起床啦，起床啦，起床啦。下一个这一位叫 Scorpio， 回复一下私信就超级满足了，十二天后联考，祝我顺顺利利，希望这三年的努力会祝我好结果，祝我加油。好的，祝你联考成功，顺顺利利，希望三年的努力会有好结果。好，下面一位 Oswin H 他说，姐姐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。哎，可是我下面看到有一个叫做大脸妹吴倩倩，她的愿望是找个男朋友，那我就简单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吧。快来台湾吧。然后下面这一个叫姜世超，来台湾开演唱会。下面这个叫 Alan Chen， 我的愿望是来台北开演唱会。接下来还有新 Wendy， 来台湾开演唱会。接下来还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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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留言，他们都是说他们的愿望是我来台湾开演唱会。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就要满足大家完成这一个愿望，因为我真的要来台湾了。终于在3月24号，我将会带着我的 Queen of Heart 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来到台北的林口体育馆，我太开心了，因为这一次真的可以见到你们，已经很久了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到时候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很好玩的晚上。